现在就是一个最快的速度，电箱数值是50，电箱数值是50。你现在我拍视频，你看上去这个数值会闪动，它其实是不闪动的。那我现在给你把它调到最低，最低最低的线速。现在在降速，你听一下网大的声音。 现在慢慢的，我把它降下来，降到最低。现在是降下来了，现在是数值是5，调速器是5。